这样赵丽还是坐在替补席上，他要轮换阵容当中出场。是 J.R. Smith 的这个平均得分是34.2。对，好，欢迎您回到现场，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，浙江潮州银行。关键就是不看进攻怎么样，如果真是比进攻不防守的话，那真是两个人就是 对标了呗、对标了。好球，今天是丁锦辉的第二个三分。好球。对，但是单纯的就是说谈进攻。而且大家这个四个白子都站住了。再来五秒钟的时间，你看他真能攻得进去。对，两个人反正彼此之间也熟悉。是，看这样，哎呦，这个手感真的是没办法阻止。后撤步，他是突破迫使你到后面，然后他后撤步跳投。对，看这样，简单。对，这个就是没有导出很好的机会，通过移动，通过掩护，努力。张春军，再给这样史密斯。哎呦，这边杰尔史密斯到第二节下半段，手感完全缺失了。嗯，这个联防就是一突，这个中间的人也过来，边上的人也防守。终于找回来，一个球扳平。人要更多的呼应才行。就要给到杰尔手里吗？并没有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次。青岛的防守就算成功了。对，身高也高，移动也快，而且他真的爱移动。对，不，这边杰尔史密斯，丁伟教练并没有让丁锦辉再上。嗯，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犯规过多。这边有出手的能力，对，马上投。这一下，青岛领先七分了。嗯，这史密斯是不管的，拿着就是往里冲啊。对。浙江要换人了，这边直摇头啊。他的，你看，从他脸上你能看出来，他这跟第一节，嗯，迎接自己队友下场那时候的情绪完全是两个样。是是。吴文来的，这又是哈德森突然启动反跑，摆脱了防守他的操作。对，有球以后传完球马上移动。对，哎呦，现在就是潮州银行的打的就是非常不统一，大家特别是在这样斯密斯拿球以后，就是他只攻了，肯定攻了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混乱，而且每次不合适的时候呢，都是觉得是裁判的问题。哎呦，这边对利用奥德杰这球传的还真是不错。对，吕岩这球稍有点可惜，其实倒不如自己去投篮。对，关键就是这个球到内线以后切的大家不明确。嗯，是谁切，其他人该怎么办，往往就俩人同时都往篮下了，那这样的话篮下没地儿了。这样又是跟刚才投进那个三分球几乎一模一样。对，不过实话实说呢，不是运球在打，而是通过无球掩护。哇，看这球怎么样，又进，运过来拿着就投了。还真投进。是连续三个三分，收下一个
前场篮板球，这样，哎呦，这一节四个了，这一节四个三分了，能够让人感觉出来，哎，大家之间有点呼应，对，有点想法。休斯基嘛，传到内回来，再传到内再移动这种。这样这边根本不手软，嗯，再看。对于这两个后卫来说，防守哈德森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是。又变联防了，这样再来，一定是这个。嗯，是。哈德森，哇，转身后撤步。这样抢篮板球倒是确实积极。嗯。再来，本节第五个三分，三分完成进攻是第六次。对。但是呢，因为毕竟年轻，可能起伏上会还多一些。对对。所以后来呢，又逐渐的减少了他上场的时间。总的来说，也算是中国银行这个赛季一个收获。什么样的角色？三个白的跑到一起了，丁俊晖三分没有投进，这样，哎呦，好球！啊，这后边的这个张中间没准备好，薛洋抢这篮板，真是搂头盖脸。联防，每一次底线的时候，他都变联防。三分球不中，连续的，哎，这个冲抢有点浙江队本赛季打得不错的那种状态。对，唐海命中三分球，对对方的打击要大。对对，这样又来，哎呦，自己都不满意自己表现，球没保护好。嗯，蔡亮防，那是挡拆还是一打一？嗯，蔡亮会提前犯规吗？一打一了。不过就是还仍然是正常防守，没有一些特殊性。哎呦，这样现在从这样的动作来看是有点玩命。对，这个犯规是比较狠。下手比较狠，对，他出手也比较快，看，这一下，对，这个犯规是擦板跳刀命中，85平，这样陈仲新是真主动，嗯，他什么时候陈仲新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判断，对，这样，第三节进了五个三分，这是第四节进的第一个三分，是不是要？对，晃了个跟头，但是没有防住。这样，一个人一次过了三个队，是上篮了。这三分球确实是有把握，又变球王了，错。在两个人之间就是投了，对，这是王老，这是咱
到这个篮板球之后，看 JR 的了。对，那球是不是过来又投了？果然进了，还真进，离三分线还有一米呢。对，这是美职篮 NBA 的三分线。是，他反正也熟悉。嗯，你看速度、急停。嗯，会是像比如像鲁克斯这样的球员去替，那就是后话，但是相信全明星还会是一如既往的精彩。哇哇，现在组织一次丁俊晖，这样又来这一节三分，这一节加上第三节八个三分了，八个三分了，三分球他就拿了24分，加上那一个2+1，对，27分，就别说前面的了，对，这一看又奔着40分去了。对，青岛即使守联防的话，也得在这个重点人的这上面能够要加强防守才行，否则的话还是希望他站着，他根本他改变了这个防守区域，否则的话这个太容易了，这个拿着他根本就不管你。再看，脚底下磕磕绊绊，这球又被 JR 抢断掉。哦，吕岩这边真是不惜下手啊，又进。第9个3分球了，下边我们仅指的是下边。那吕岩，哈德森又继续不进，一通乱打，里根防，再继续 JR， 第10个，半场就进了10个3分球。JR 是。还来，孙景辉转移，其他的国内球员还是让 JR 史密斯接球。对，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协防，起跳出手，再来，连续两次弹篮筐前沿，反击，防守犯规。如果刚才这样那两次机会抓住一次的话，可能现在这个我们已经得说比赛基本上悬念是不多了。是，但是他呢由于两次三分机会都没有把握住，所以现在呢比分差距在个位数，2分钟的时间。青岛我觉得这两个回合防守就是有一些想法，改变一些区域啊，传给别人以后延误回球啊，如果早一点做的话呢，最起码是尝试吧。对，就是比挨打强吧。对对对，就看着，反正过了就打了，反正你8个3分、10个3分投吧，你就是我等着你投不进，那他真投得进。我记得在上赛季，在这个总决赛的时候，当时是昆西杜比第一场比赛，这三分如有神。这样抛投，这球给可是奥德杰，这球啊，哎呦，这样似乎这个时候才真正把自己的这个活力完全宣泄出来。要打24秒了，还是说过来就攻了？好，夹击，这样。
第一脚机会，这样撤到三分线以外，自己攻，又进，半场十一个三分球，当着哈德森的面儿，就是对投了一个三分。对，这是这次的 CBA 得分王的较量，是以 JR 获胜告终。哇，哎，他也投了一个，哈德森也还一个，但是于事无补啊，主要是球队赢球。JR 看来要还要来，半场十二个三分，就看这俩人吧。JR 已经在开始煽动球迷了。我很高兴玩的，然后观众也很高兴。是。啊，这样的话，全场比赛结束，那么，祝愿观众，我们已经打在屏幕上。